今天人挺多，星期天街道挺热闹，这几个人堵住了，堵住了啊！等一会儿吧。有的人穿棉衣了。它是定期的，或者不定期的把街道封闭，让大家在里面走。汽车进不来，其他都可以，自行车、行人、小狗都可以进啊。你说，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活动空间啊。哦，那个人的头盔上边戴着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。这走，从这过来。前边街道就是可以走机动车，但是在这个口呢，都拐弯了，不让他继续往前走了，是吧？咱们从这转过来吧。看这边，是吧？那边有一个交通局的一个三轮小车在那儿挡着路，把这个路就给封闭了，暂时。这边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，有的人穿这种很醒目的这种反光服，我也有，但是没带啊，我也买了，但是没带。从这儿再溜达一圈吧。那这个街道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啊，那个 road closed，公路封闭。应该叫 street closed 街道，这边不是公路，但是它这个标牌是固定的，设计好的。我还想着给大宝妈妈在拼多多上买那种叫实习贴，哈哈，这样他在开车可能安全一点吧。他本身也开不太好啊，所以给他弄一个有那种磁贴啊。以前的好像都是那种带胶的，现在好像都是磁贴了。啊，这边人有点多了，还挺热闹啊。这边人在弹琴，老美他们还是比较重视休闲的。地上都是落叶了，地上。带着小孩在玩滑板的，还有两个妹妹，一个黑妹，一个白妹组合，真的是很厉害啊！我应该戴上帽子啊，这个头盔有点晃眼睛，我戴帽子吧，我把这个头盔摘了，我有帽子。再见再见，我把帽子戴上，再见，嗯。要把帽子戴上了啊，这样的逆光走吗？省得晃眼睛，要不然这眼睛晃得受不了啊。看，戴着帽子有遮吗？挡着点这个阳光啊，要不然这晃得眼睛有点受不了。
那边人们在参观壁画，那个胡同里边都是壁画。这边是一个，这是二手服装店吧，好像是一个二手店，我记得啊，这里边卖一些二手用品，包括一些二手的自行车，好像是，我忘了。这个地方给它封闭起来，是因为这是警察局后院，那个警车从这出入啊，所以这块给它预留出了一个空间。这是老美他们的生活，很热闹，也挺好啊。但是适当的去放松和享受嘛，对吧？你看这里边华人面孔就相对少，华人基本上都在忙着挣钱。这个是一个广告啊，第一个没有酒精的智慧酒吧啊，就是说酒吧里边没有酒，喝所说的什么软饮料，就是没有酒精的饮料叫软饮料。这边这几个小女孩专门负责举牌，一有红灯了就举牌，不让行人过，也行吧。这边这个汽车让进，可能是因为他给这些演出的人员提供器材啊什么的。哇，很少见的是自行车那带人，他们可能一会儿要演出吧。以前他们曾经在一个叫 Carnival 上演出过，好像曾经演出过啊，就是跳得还不错，还挺欢快的，是同一批人啊。他们这样的演出也收费吗？也收费吧。这个塑料盒里边是流动的洗手间，那边有两个警察，没戴帽子，一个光头，另外一个是黑头发的，西班牙裔的。他们在做演出前的准备吧。啊，要表演高桥好像是。在这看一下吗？看一下吧，可能他们很快就要开始了。守株待兔在这儿，对吧？他们会到路上来表演吗？在这等一会儿吧。踩着高桥，他们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社区的人。演员好像都是一茬一批，戴着这样的草帽，哈哈，也不是草帽，是那种银白色的那种遮阳帽啊。哇，这个妹妹真瘦。哦，踩着高桥。今天阳光还是挺充足的，就是亚裔的人。你看，好多人都不戴口罩了。
他们在做准备，乐队在准备。这是男男组合，这两个。这个人染的绿头发，嗯。今天天气还可以，有点凉，但是也还行，稍稍有点凉。啊，再跟他合影啊。这边看这个种族啊，各种各样的。这是一个亚裔妹妹，好多亚洲的女孩都嫁给老外了，好多都是，也是一种种族融合吧。老外他们的头发是很软很密，那边又过来几个演出的，这也是一个亚洲妹妹跟一个白人男孩啊。哇，这个他们这个衣服穿的一个钉子裤啊，就好像什么都没穿一样，这个效果，这个服装设计的，本来这个黑人他们臀部就挺大，那个挺大挺深啊，然后勒进去一个钉子裤，远远一看好像都什么都没穿，嗯。这个小孩皮肤还比较黑，比较深的肤色。哇，这个小孩骑在他妈妈肩膀上。小毛狗。小猫狗，看他们这个帽子啊，颜色，呵差不多了，他们难道是在这里边表演吗？按说应该上路上来表演了啊，占一块路。我调一下焦吧，一会儿再调焦吧，是吧？现在可能有点远吧，看不太清。
踩高桥的这个孩子啊，跟那个女的跳舞呢，手拉手跳舞呢。这几个亚洲妹妹，这几个亚洲妹妹好像我见过，她们讲普通话的。都是小眼睛，个子也差不多，就是典型的亚洲的这个种族特征。那边他们在商量怎么演出呢？差不多了，准备的。我应该把自行车锁在一个地方。要把自行车锁在一个地方，是吧？要不然在这块占地方啊。找到一个地方把自行车锁起来。那边有锁自行车的地方吗？那边。把自行车锁上，然后因为这边人比较多嘛，我要推这个自行车会影响别人看。前面应该有锁自行车的地方。今天还挺热闹，今天实际旧金山这边活动还挺多的，如果要留意的话应该经常能看到类似的活动啊。今天是之前我也收到过这样的传单，在领食物的时候，在食品发放站他的桌子上有一摞这个彩色的彩叶，我问他，我说这什么东东，他说是 Sunday Street 啊，我就拿了一张，看了一下时间，是今天啊，然后顺便到这来看一下也行。哎，这个自行车，哦，这块可以停自行车，这块可以，这块可以把自行车停在这儿。哦，好了，我把自行车锁这儿吧，然后我到那儿去走着看啊。再见再见，拜拜拜拜。